距离演唱会。今天的杜牧呢，为了他的演唱会呢，也带了他的专属乐团。是的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Naga 乐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鼓手世奇。大家好，我是贝斯手白白。大家好，我是键盘手志奇。大家好，我是吉他手克成。大家好，我是主唱杜牧。讲一下你们这个乐团有什么样的特色？应该讲说我们这个乐团呢，在组成的时候呢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，就是我可以找到这些人当我的band， 因为呢，他们其实提供了我很多想法。其实我是一个很不受控制的表演者，其实在我们都知道舞台上面的时候，对，所以呢，其实很谢谢他们。就是可能跟我也有很有默契的，所以我在跟他们玩音乐的过程中，其实非常非常的愉快的。我相信，对，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改编歌曲。你们 Naga 乐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演经历？表演的场合很多，然后表演的地方也很多，但是让我觉得最特别的是，会有观众朋友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想听什么歌 Naga 版。对，就是会让我觉得很棒，就是我们的改编是成功的，然后我们成功的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音乐。那有是不是什么样的歌曲呢？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改编歌曲呢？接下来呢，要送给大家的也是一首改编的作品，就是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。哇，太棒了！好的，我们一起来欢迎 Naga 乐团以及杜牧所改编的一首歌曲 Someone Like You。Sometimes it's her instead
Yeah.